买了一个小猪蛋糕，包装好粉嫩，来拆开尝尝味道。是一只很 Q 弹的小猪，把它从碗里抽出来，连蝴蝶结都这么粉嫩，身上还绑着贺卡，连碗都一整个少女心拿捏住，提口猪快到碗里来。好的，月尊大人。其实它是一只深藏不露的充电宝。好了，下午茶时间到，要开吃了。今天来拆一下我暖暖的物品，满满的一大箱子，二指好长的滴胶架子，一丢丢贴纸，用来箍卡也是挺不错。一起来看看这次上新的便签，还是延续了可可爱爱的风格，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爱上。同时也要夸一下大大真的很会画，四本一平本，每个封面都很好看，有 A4 和 B5 两个尺寸，满足不同人的需求。线圈做得很大，翻页很轻松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包装，拆开就很有仪式感。天上突然掉下一个礼物，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哦，是一只肥美的小猪，头上的帽子还挺别致，原来它的真身是个拍拍灯。还有一本故事书，原来它还有道具。你安心睡吧，我负责守护你。关上灯也很有氛围感，有猪猪守护的夜晚，我再也不怕黑了。